忍冬宴蔷薇描述的是中医世家的传奇故事。忍冬就是我们常说的金银花，是一种药用的植物，它有坚毅不拔的生长特性，真的是金银花，刚好符合角色坚强乐观的性格。你不是也跟我说过你不想再考大学了吗？虽然不考大学，可是我也应该多看看书，不是吗？忍冬宴蔷薇，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全台首播。